我是音乐界员郑云龙。没有想放弃的时候，因为你真正热爱一个东西，很喜欢一个东西，你再苦你也不会觉得它又怎么样了，因为你喜欢嘛，你就会把这些痛苦变成力量。我从事音乐剧最困难的时期应该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只靠音乐剧是完全养活不了自己。夜生观音我超级喜欢的啊，所以能去演就开心。没有终点，所以你不会转行？不会。你会一直唱音乐剧？对，如果我可以的话。说大龙别急，我们都在路上。说的音乐剧的演出实在是太少了，这也是跟自己较劲嘛，慢慢来嘛。我相信有一天会好。音乐剧对我来说就像胜利，输赢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的是，我们这些音乐剧人坚持这么多年的东西终于能看到。我因为我是一名音乐剧演员而骄傲的。